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我现在来挑广告了啊！我先看看他们的那个整个结构是怎么弄的，稍微等一下。哎呀，我跟你说，结构就是这样，上面那一块就没有，你把上面全部覆盖住就好了。要不我们把它中间的广告给它覆盖了？啊，要不就比赛也不要播了，全部把广告覆盖起来就好了，就留两个选手的影子在那边。大不大？你过来看大不大？我还没看到。我再把它拉扁一点，大不大？可以，算就这样。不能那么没有节操，不能干这种事情，不能干这种事情，这太他妈没节操了。这事情不能干，这妈会被人砍全杀全家的。其实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呢，正常情况是不能干，但是呢他们又不在乎中国市场的。哎呀，我道义有道呀，不能干这种事情的呀。道义有道也对啊，道义有道也对啊，不能干这种事情的，不能干这种事情。好，就这样吧。就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算放下面，不要那么过分。好，莱伍是裸双三兵营啊，第一盘就拼一枪。好，我要来加个新的广告了，大家担待点，因为这广告呢的确有点跟我们的形象啊不是很符合。是不是？的确是这样的。我靠，那么大。我靠，把它遮了算了，刚刚好。你还是做这件事情了吗？没有，好了，就这样了啊，一会儿我会去掉的，放心啊。反正大家有兴趣玩这个游戏的话，可以去那个扫描一下二维码玩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新的游戏的广告啊，他们也是套后面会赞助我们功夫杯什么的，所以我们先贴一贴。死宅真恶心，这个叫做爱情，哎，叫什么来着？这个爱情罗曼史，对，叫爱情罗曼史这样的一个游戏，也感谢他们对我们这个星际的这个转播啊，对我们星际男孩转播的一个支持啊。对，感谢啊。他们非要让我们挡住他们的广告，还挡了，反正他不在乎中国市场。切，哎，道有道的。不要慌啊！扁是扁了一点，正中间。啊，算了，我也受不了。妈的，这个是三国罗曼史啊，不是什么爱情罗曼史，你还跟我扯这种？三国罗曼史啊，三国罗曼史。三国罗曼史叫。啊，感谢大家对这个对我们的支持啊，感谢三国罗曼史对我们的支持。对，好了，不扯淡了，看比赛吧。看比赛吧啊。裸酸的一个三兵营前期，他的打法有点像避孕的那套嘛，就避孕那一套。差不多。其实现在这帮欧洲选手不怕韩国选手了，经过的布利扎抗之后，他们肯定觉得韩国选手也就这样了，比我们是要强一点，但是我们只要发挥好，也能跟他们干，对不对嘛？因为欧洲那几个人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了。Harstam last home story cup, like his whole run to the finals, he played super solid in general. 但是我觉得什么？不要慌，我想把这个广告拉到，好了，我广告拉到这里总可以吧？这里好了啊，我把广告拉到这里，舒服了吧？就拉到这儿吧，是不是舒服了很多啊？为什么会跟我们卡呢？我靠，今天。Alive 现在这套打法是比较标准的避孕的裸双的开局，而这个哈斯姆直接出巨像啊！哎，现在欧洲人都是直接出巨像啊！出巨像的的确现在不错，这个战术，他们现在在教你
把这个广告一切为二，然后挡住两边的选手镜头。也是个解法，对不对？算了，有点过啊，有点过。Alive 用这套打法的，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扫叮当的能力啊不强。对，他没有避于那种火眼金睛，所以说这套打法，我觉得扫叮当本来就这套打法的一个精髓啊。而且欧洲选手啊，他们对于这个 OB 的停的位置啊，都非常有讲究的。对，没有抓到，但是这个棱镜暴露了之后啊，肯定来晚上想把他抓掉的。对，哎呦呦呦，死掉了。哎，现在真的欧洲的什么 PVT 全部都是不开三框的。巨像有点快啊，我只能对直接先裸跳巨像，跳完之后再跟你打。这打不进去啊！我不信了，我还真不信了。哎，打不进去的呀！你妈，你这样打得进去啊？那玩个蛋！我就不信了。他巨像退一步就好了嘛？你来嘛，你来嘛！第二个巨像来了。我操，那么凶，来不？哎，但是有点伤啊，这种。他妈顶着使徒打有点狠，我只能说。但是 Alive 这个，但是 Alive 这波交换没换掉巨像啊。对，他什么都在顶，好吗？其实从兵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这波交换，其实交换的还可以。如果能交换出一个巨像的话，这个优势有点大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哈斯蒂姆三基地开起来了，你 Alive 才开三基地，哈斯蒂姆现在三个巨像了，马上，你这一波推不进去，你怎么打？好，多线多线多线，看反应，我有反应很快哦。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什么？这都反应过来了？干嘛？哎，有点凶啊！这现在欧洲人，本来这帮欧洲人这个多线能力就强，反应过来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好了，这边在吹。其实我觉得，如果逼晕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对，有观众让我们开游戏声音，我开不大啊，没办法，他们这个流的声音就本身就比较小。如果开大的话，你们就听不到我们自己的声音了，所以没办法。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专注正面就可以。其实正面这波兵啊 ，Alive 也很虚，就他主要有两个解放者。好，让哎呦一波兵，这个真的是有点伤、啊哎。这波被抓了有点难打哦，这直接破了好吗？正面。现在他的哈斯蒂姆可以直接去破他的这个正面了呀。我就可以 A 脸了，真的可以 A 脸了，是可以 A 脸了。我来不好打这个形式。怎么又是这种巨像带自爆球吗？对的，欧洲人现在都这样打呀。关键是，难道每一个欧洲人都能操作得过来？好，直接起脸，直接起脸，没放立场。其实刚才放立场的话，直接可以吃掉这两个解放者的。他在等自爆球，等自爆球过来，给他一个惊喜。来了，来了。好，这个可以。哎 ，Alive 直接九死一生。看到了吧？只能回去啊，这只能回去啊，这怎么办？巨像留着，巨像也要去，这三块。他没想到九死一生呢。哎，不过两个解放者还被吃掉了。有毛用啊？家里面没了，直接断电。回家救呀，这想什么呢？好，再打 BY， 很聪明。Alive 现在进来，先拆水晶，再打 BY。你一救，你的三矿可能就遭中。哎，这个妈的，这个多线直接被牵死了呀！还行，这其实还行，没死。哦哟，这个躲自爆球躲得漂亮，没死就好。我告诉你，正面不要被打穿就好。哦，漂亮 ，Alive！ 哎呦，两线的操作了，没偷到。那这样的话，哈斯蒂姆难打了。他那个。巨像一定要回去，巨像不回去打不过。还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节奏不能乱啊！这时候节奏一乱的话，正面完了，哎呦，节奏乱，穿了。哈斯蒂姆在就是叮当放的位置上面啊，还是放的有点问题啊。这个 Alive 这下打的可以啊，这个就是这种避晕的一个多线的节奏啊，就是对。说到底，他刚才那个九死一生的，其实哈斯蒂姆前场全
就是全场都是在占优势，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对啊，他刚才那个形式，如果 Alive 不是九死一生投的话，哈斯汀姆正面顶，只要顶过去 Alive 就死了。而且刚才这个双线、操作也不错。哎，你知道现在这个谷歌翻译不是现在可以用了吗？对啊，你知道他们现在这个，我听谷歌的人跟我说，他说这个谷歌翻译现在是改掉了，改成了这个神经网络的谷歌翻译。什么叫神经网络谷歌翻译？神经网络不就是 AlphaGo 吗？啊，就是现在这个谷歌翻译可以自己学习。就是你就 全世界的人你不停的在用这个翻译软件嘛，他就不停的在，他会越来越猛，他就越来越猛，那以后不就无敌了吗？是啊，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可以翻译121个语种。猛的一逼好吗？那的确蛮猛的。他们说百度早就这样了，老子才不信百度呢，百度你妈只能去查什么医院呢之类的，你妈的只能卖卖药什么的好吗？哈，我老子还不信百度呢。哎，技术方面的东西，对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我相信谷歌。技术方面的，你还是信谷歌好吗？百度就卖卖药就好了，别搞这些东西。如果百度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它早就起飞了，好不好？是的呀。谷歌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什么他们在那种，他们现在架那种什么放气球，你知道吗？啊，放气球放上去，然后这个地方就有 WiFi 了。那么飘，猛的一逼，他们干这个。现在他们在印度干这件事情，就特别是在这种偏远地区，或者比如说灾区。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不是灾区，你所有的网都断了吗？然后他们这个技术就是他到那个地方放一个气球上去，然后这个周围覆盖的地方都有这个都有 WiFi 了。这个有点飘逸啊，飘的一逼好吗？但这个事情在中国就没办法干，因为不允许你这种私人过来架这种东西嘛。就因为中国没办法干，不然的话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印度，会来中国干。说不定他们也来放两个气球，我们直播就可以不卡了，对吧？你说的没错。嗯。什么明显是假的？妈，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是假的嘛？老子在谷歌公司里面看到的，好吗？他们谷歌公司里面那天在吹牛逼的时候，他们在介绍这个技术，好吗？怎么可能是假的嘛？这真的好吗？那天我去谷歌的时候，我看他们。跟那些人在吹那个他们国外的在做什么东西，这怎么卡了吗？我你妈的，说好的放个气球就不卡了呢？还可以还可以。他们这个小比赛是播三的小比赛还播五吗？我看好像是播三。播三的小组应该是播三的，播三应该播三，哎，不对，播五的。你看上面有三个这个。哎呀，不是，是这样的啊。第一个赢的是不是啊？第一张地图赢的，先一个蓝色，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如果赢的话，比如说第二盘哈斯汀姆赢的，那哈斯汀姆中间那个就一个蓝色，知道吧？你确定吗？我确定呀，你相信我呀？没有主办方会弱智到小组赛打播五的，那你八进四那不打播七，你说得过去啊？切。要不要我们赌一赌？对对，老子告诉你就是播五，赌不赌？那敢不敢我赌？我相信你黄旭东的专业。哼，你不是中间一个蓝色吗？不是三个图吗？你敢不敢我赌？不，这没什么好赌的呀，我相信你的专业呀。你有什么的吗？你不敢这件事情就算了，没关系，我不勉强你。哈哈，你这个拱我是没用的，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哈哈哈哈。你不敢就算了啊！他们果然是播五啊！哎，为什么那么拼嘛？一天就四个比赛，怎么不打久一点嘛？有点拼，有点拼。哎呀，跟我们想的一样，来都来了，就好好打就完了。对对对。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这个赞助商啊，这个叫做三国罗曼史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赞助商啊，他们也是这次对我们直播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啊，也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来看一看，你没兴趣也可以下一下，帮我们完成一下任务。这是会来赞助我们公务杯的一个游戏的厂商啊。对对对对对，你右下角扫一扫啊，扫一扫。反正你扫了之后，你就算不玩也帮我们玩。你扫一扫，不只是支持了中国星际，也是支持了这个黄玉东的屁股。我靠，你这种又干嘛？你不是卖屁股卖来的吗？不是我卖的，不是我卖，这个是周宁卖屁股卖回来的。哈，那支持周宁的屁股，好不好？啊、对对对，这我不是每天都要出去卖屁股的好吗？我偶尔也出去卖。你不要这样好吗？好了，我们还是看比赛吧。天空投地雷啊，不过这波这个先有点快啊。这张图嘛，说实话，短兵相接的地图，两矿基本上叫分胜负的。你开三矿直接就干的。我觉得这个是擦肩而过啊，双方。哎呦，怂了，哈斯提姆怂了。他怂是对的，家里面有两个地雷等着他呢。而且这波万一这个运输机里面万一有地雷怎么办？对，回来照一下。好，他肯定只能凤凰带使徒打的这个图还是不错的，凤凰带使徒。凤凰控图很重要，这张地图。不过这个图呢，我很少看到有人族能够赢的，大多数都是神族赢。对。哎，直接好像跳风暴喽！最后在版本前能跳就跳一跳，以后没得跳了。等一下，你说着啊，我去换个衣服。我感觉这凤凰是不是就感觉这个凤凰的 DPS 啊速度很慢，不知道是不是改过了。啊，过来锁一下，侦查一下，也就侦查一下。好，看到你有解放者了，可以了，家里面可以慢慢开始出风暴了。这个图如果风暴能续到个四个左右啊，基本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了，对，就输不了了这个局势。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啊，不会小组肯定不会播完的，因为播完可能要到凌晨四五点，我们反正尽量吧，播到一两点钟就播到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了。对，因为明天九幺还要去送那个。哎，不，你不要把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我还没说完，九幺要去跟儿子送饭，早起。我早起要去上班，对不对？有没有错吗？你这个说法，我觉得天衣无缝。对的呀，再加上我们两个的身体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大家就看个爽。对对对，然后我们到最后那个，到最后决赛那天啊，好好播一下，因为这个周末其实比赛很多，这个周末还有那个四皇赛，四皇赛就是毕苏、Flash、杰栋和那个。司令他们四个人要打星际一，这个我们也是有版权的，到时候我们会播给大家看的。怎么卡成这样啊？怎么他们什么情况吗？怎么那么卡吗？这什么鬼吗？他们怎么那么卡吗？他机器已经卡的妈都不认识了。这个是 OBG 卡，跟他们选手打的时候是没关系。对对对，如果选手那么卡的话早就暂停了。对，看到风暴好尴尬啊。哎，这不会上吧？这不用上，你风暴在这里占便宜没有必要。不急啊，不急啊，这个急什么呢？风暴其实应该打运输机在这里。对，你先把运输机打了。这图风暴真的很凶。哎，我觉得 Alive 基本上是具尸体了。对。太远了，这风暴。我又卡了，这什么鬼吗？算了，我挂个代理吧。我挂个代理啊，等我一下。
a sudden, the Marines become a little bit of a liability. Marines not so good against Adepts. With tanks, with Widow Mines, they can do okay. 这个位置就在这边猥琐，你也没办法。不行不行，我要挂个代理。家里面已经两个 VS 了，各维京现在要出起来。这波兵哎好像好了，不用挂代理了，好像好了。哎，这两个风暴你就没办法解决，说白了你只能换家，你要找机会包这两个风暴，你想多了吧。他这么又不傻，立陶，哎呦没隔三个风暴了耶。九幺怎么断了？耶，你怎么断了？刚才不是我断了，是你换了个代理断了好吗？我没换呀，我还没开呢代理。反正断了就是了。我还没开呢。风暴虽然已经越来越多了，但是我觉得 Alive 的暴兵啊，真的有点猛。什么立场？你现在在哪里？怎么就有立场都出来了？什么？我现在怎样？哦，你稍微等一下，应该你比我快。那我怎么等你呢？我刷一下，但我现在在打，我不敢说话，你知道吗？我现在不敢刷，好，没打吗？没打我就刷了。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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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投了一波对吧？也没投到什么东西。对对对对对，没打了个兵营，也就这样。嗯，没投到什么东西。Alive 就是要顶着风暴干啊。 Alive 的运营暴兵真有点凶，真凶。这是他主要现在维京有点凶、哎这个、你这个口子让了，你打得过他们正面？他不应该让口子吧。要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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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 A 不过的话那没什么好说了。这肯定 A 不过呀、啊、哎呦 Alive 这个暴兵能力、啊、我觉得肯定 A 不过啊。这怎么 A 得过吗？关键还出了一波围巾，把你风暴打得差不多了。这波交换下来已经很赚了。怎么 Alive 连导弹车都在出吗？ 你两个风暴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两个风暴面对大量的兵的时候根本打不动。啊，拖农民，拖农民就代表死了。拖农民就已经死了。的确 Alive 还是要略胜一筹啊，跟哈斯 team 打的话。Alive 我们说起来好像就在韩国啊，就属于那种天资不够的选手，但是他努力程度够了呀。哎呀，6500分的人族想怎么样呢？资质虽然不高，但是够了够了。暴兵运营他多线反应啊，这些可能资质的确不高。 Alive 呢就是就像一个就像达尔巴一样，资质不高，但是还是很不我不是说了吗， Alive 就丘处机啊，丘处机啊，丘处机，丘处机，丘处机也什么丘处机？他是那个马道长，那个马什么马玉啊？反正就那几就丘处机还轮不到他好吗？就这种货色，就你说江湖上吧，也有他一个名号，但是你说有多强吗？好像遇到顶级选手也打不过，大概就这种实力。嗯、对的。Had he not grabbed all his probes and thrown them away at his gold base, I'd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about it. But, well, let me smack this saturated. 这波顶完之后，其实没打死嘛，没打死没关系。现在我来不还要顶一波，他应该还要再等一波那个，他的 team 要想翻盘的话，只有说闪电出来才有机会翻盘。对，现在我来不要等一波那个围巾，等一波围巾就可以顶了。来不来得及啊？这闪电，我觉得是来不及的，肯定来不及。没有闪电是不可能那个的。他现在用引刀拖啊，想用引刀来看看能不能拖住。哎呦喂，砍进去了！这引刀如果拖得好的话，还是哎呦，两把刀哦，两把刀哦，有点烦哦。两把刀杀了十个农民。好了，拖不住，这肯定拖不住了。你还敢顶出来？怎么太他妈天真了，找死吗？真的是啊，风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还可以打解放，
啊，你被围巾追着 A， 你也不爽的呀。这围巾打的还挺痛的。啊，风暴也很硬的呀，我跟你说，秒解放还挺快的，你不要小看这里三个风暴。那秒解放够了，秒解放够了。真的还可以，细节真的还不错，给视野啊什么都不错。对啊，我就那个风暴在这里占便宜嘛，你冲呀，你冲呀 ，Olive， 你冲呀，啊，你冲是吧？干死你！干了，就这波。你等一格，漂亮，来白球，漂亮。现在还要顶、啊、还要再等一下。哎，不好说啊，这个地方我跟你说，这个立场，这几把立场真的是太关键了。这几个风暴在这里输出已经爆表了，再来几个。刚才这个使徒。应该飘了就不给你回去的路了。就这样也不一定打得过呀，因为风暴在上面白输出啊，一把立场，哎，打赢了。哈库的这个内力真的强。哎，Olive跪了。这什么情况吗？说好的丘处机呢？还是主要的还是那一波没顶进去，然后给了他一个缓冲的时间，引刀又拖了一下。关键我觉得是引刀拖了一下，对，然后那个阵型啊，那个三个白球，关键是后面三个风暴一直在输出，打爽了，我跟你说，后面三个风暴。这盘我觉得是战术的问题啊。哎，丘处机你妈打闷掉了。丘处机。我跟你说真的，现在欧洲选手的实力还真的可以，这是真不错，稳得住，对吧？敢打。敢跟你怼正面。不是他们，不是，主要是欧洲那几个神族都是打正面的，没有人打这种战术的。自信心足，你知道吗？欧洲的几个神族没有任何一个神族是打什么像哈像那个哈斯一样打战术，没有的，他们只会打正面，就暴兵嘛，就说白了就暴兵跟你怼。那等第三场了啊，反正波五的比赛嘛也不急。他们的比赛的确还是有点猛的，打波五小组赛。打波五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对吧？对，他们就靠实力，你要拿这个冠军就靠实力。我毕竟奖金还有$10,000呢，也不算少，这奖金。哎，他们跟我说这个直播要抽五个抱枕，大家要不要抽一抽吗？五个什么三国罗曼史的抱枕、啊？三国罗曼史的抱枕，大家要不要抽一抽？等一下抽嘛，你这种小组赛那么多场的，我们定个时间好了呀。他们说九点半好吧？九点半，我们九点半来抽，九点半左右，九点半来抽。嗯，我们九点半来抽啊，他们说要，下面还打，他们肯定有人要的，这种怎么可能没人要嘛？也是，我们九点半来抽这个三国罗曼史的抱枕。哎，那我问你们，你们不要这种二次元的东西，那黄旭东的抱枕你们要不要？我靠你妈，我都要吐了，你不要这样好吗？啊，要不要黄旭东的抱枕？妈太他妈吐了。哎，不要说黄旭东抱枕了，就是妈西湖裸霜那张照片上的两个猛男的抱枕。哎呀，要不然我一听我脑补里面就好恶心啊！我们也去做个十个，抽给大家。你去死吧，你滚吧！干嘛？妈的，我们再披两副墨镜上去，就不是我们两个了，好吗？哎，明天这样，明天我不是去马玉可以家偷声卡，我偷那个、偷麦克风吧。我跟他聊一聊，我小就马友 K 的抱枕要不要呢？对啊，我们做点你的抱枕来卖吧。靠谱的呀，我跟你说，靠谱。马友 K 的抱枕你们要不要嘛？对啊，我们做来抱，做来卖，做来抱，做来卖。哎呦，你这个思路我已经知道了。哎呀，我跟你说靠谱的，你看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一个爆款？
听到没？爆款，每个马尤克的抱枕都有马尤克爆过的这个味道，我们保证马尤克以后的工作就是每天抱抱枕。拿着你们拿着抱枕之后，就像抱马尤克一样。那我就觉得他应该不会同意啊。干嘛？谁又说要做这件事情？那也由不得他同不同意了。我们只能做了。忽悠他呀？怎么忽悠他嘛？那妈这个时候就要靠你出马了呀？不是，你就跟他说我们做两个抱枕，他最喜欢哪个明星嘛？他喜欢棒子呀。他喜欢棒子啊？啊。那就说这个抱枕是要给棒子的，你装的可爱一点。他智力没那么低好吗？这种事情只能骗 No 总。那你的意思就是要高级的骗术呢？是的呀，怎么你这个智力太他妈低了，我一听就不靠谱。那我想想看，这个好像有点高端，一下子想不出来怎么办嘛？是的呀，你回去晚上思考一下。什么？你们连 No 总的都要？哎 ，No 总的要多少？你们先预定，预定好了我就去做。No 总有什么好弄的吗？No 总都不用骗，你知道吗？霸王硬上弓，做了再说。他们要接班人的报纸。好了，死神再绕上来。哎，这个死神搞得有点伤嘞，两个嘞，还能杀一个吧？三个了，哎呦，两个，就有点烦了、啊，这个炸的有点不爽，这节奏要被打乱了。感觉要打三个了，三个，还要上去，哎呦喂，烦的一逼，这个东西还要打一个吗？你再打一个，我告诉你，我杀全家了。再打一个，我作为一个 OB， 我都已经哎呦喂，你要下去。我告诉你，今天不干死你这个死神！哎，这还能杀一个？妈的，还全身而退，潇洒走一回。这怎么搞吗？我告诉你，换的是我，到这个时候，我就两种选择：第一种我也不管了，我直接三个就甩下去，我管你怎么打；第二种就直接兵营布好，两矿八兵营，使徒一波。真的是很气这种。等于 A 到门口来了怎么办嘛？这边连水晶都没有。这已经被打傻了呀，哈斯提姆打不来了，打不来了，这个游戏已经自己都打笑了。你妈的被一个使徒杀了四个农民，杀完就不想玩了，说真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很气，你知道吗？那怎么办嘛？2-1啊。但是两个人的表情我感觉杀农民的人应该是哈斯蒂姆，哈斯蒂姆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但是 Alive 好像很严肃。So T Drogo, you're known as for being an emotional player. How many probes does he take for you? 这种被杀农民真的是遭不住。For you to get really unhappy. When does the first tweet come out after that? How close? How many probes? You have to see before the French cursing begins. With me?To be honest, one. If I lose one probe to the Reaper, I feel like leaving the game. 啊，不爽的一逼这个。To be honest. But you don't, right? I don't leave the game. 把他们这几个解说其实还是蛮轻松的，就躺在沙发上吹牛逼，对吧？要的就是那种感觉。不是啊，你要想，今天两个小组赛，对不对？啊、两个小组赛，波五的小组赛，他们至少今天要解说，我不说多吧，8个钟头要解说的吧？嗯，对不对？他们当然要保存体力的呀。有没有人来接班吗？待会儿有的呀，他们随便拖两个解说就上去说了呀，拖两个选手。
另外一个小组也在打，另外一个小组全太阳已经打在开干了。全太阳打那个匈牙利的，是匈牙利吗？这不是匈牙利。哎，这个是匈牙利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我看一看啊。奥地利可能是奥地利的，对，奥地利的一个神族，现在在干。全太阳在打奥地利的一个神族。奥地利一个虫族，你妈这种虫族怎么还得了手吗？这种就是被暴虐的节奏。对啊，这种还不了手的，这种虫族，这虫族能打进宅男杯就已经是奇迹了。这个虫族宅男杯我跟你说吧，他怎么进去的？他2-0，他虫族全 ZVZ 进的。他赢了哪些虫族？2-0 Zanster， 2-0那个 Lasher， 然后就三个瑞典的，就瑞典三。不是 Zanster 不是晋级的嘛？他第一次预选。就他打了两次预选，反正就是瑞典三个猛男，对吧？瑞典三个虫族，什么索托夫都被他干了，然后他一个打 ZVZ 连干三个瑞典人就晋级了。不，他不 ，TY 太强了，他打不过也很正常。就证明这个虫族 ZVZ 打的还可以，你这个你要承认的。对的，万一他把 TY 干了呢？不可能，现在 TY 1-0又冒出了一个超级星星。现在 TY 1-0，哈，这样子。不可能的呀，这个人怎么可能赢嘛？你这搞笑吗？也是啊，这虫族一点资料都没有，我去查一下。这也是宅男杯来的几个人里面我们不太认识的一个欧洲小乔。打封神之地的话，对哈斯提姆来说还是优势图。我来看看这哥们儿，这哥们儿身体还可以嘛？什么实力嘛？你就说，大概欧洲的2-3流选手吧。那还可以个毛啊！欧洲2-3流选手的实力嘛，也就跟 Soki 差不多嘛。Soki 啊，对不对？啊，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是啊，难道人家说我高估他了呢？应该差不多。你这个死神，我告诉你，他还能杀五农，他还能杀掉，不要说是五个了，两个，我就服他了。我真以为哈斯提姆打不来星际呢。Silky 不是 Soki 啊 ，Silky。不过我觉得韩国这些人族对于骚扰来说的话，都蛮极致的做的。万一这种哈斯提姆打什么全太阳这种的话，会被烧成马的。那怎么办嘛？因为 Alive 就不会把它烧成马呀，一样的呀。Alive 我跟你说走流程也很凶的。Alive 唯一差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多线的那个反应稍微慢一点。刚才只是一个美好的意外，我告诉你，不可能有第二次了。什么一个死神杀四五个农民，看到没有？好像秒这个了。没秒掉，差两滴血，秒不了，秒不了，没秒掉，差两滴血。还是一样的，跳追猎的开局。其实哈提姆打的就跟什么哈提姆啊这些神族打，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偷三基地，偷三基地。因为他们真的不太会打一波的。对。很少打一波他们。哎呦喂。
四个农民还好，关键是母舰核心被炸了。哎呀，四个农民总比你什么一个地雷下来炸你八个农民，然后母舰核心没死，你也想死的心都有了好吗？母舰核心炸了就炸了。我怎么感觉这个节奏又起来了，又要被杀全家了，我感觉。防住了好吗？两线。哦，你比我快。你刷一下就知道，防住了别人了吗？我就那个 Hastim 的防守还可以，他又是两筐跳巨像，他现在就这招 Showtime 的战术用起来。两矿跳巨像呢，其实打这些韩国人呢还是挺好的，因为你开了三矿，你的防守面就很大，然后你就防不住。所以说现在才有两矿跳巨像那么一个说法。I like him. Him and the laser had the funniest arguments on the couch, but they were both being silly. Did you hear my first cast with Lambo on the couch? No. I was like, so here's like D Muslim or whatever. I introduced the players, and then I look at Lambo and I was like, and you are? I was like teasing him a bunch. Oh my god. 现在几分几秒？ Well, here's the 多少吗？总感觉不太对。算了，我重新调一下。你说吧，你几分几秒吗？我肯定比你慢，不用想了。你说呀。30 31 32，哎呀，慢一两秒钟无所谓的，是吗？真的啊，我就快你一两秒钟，有没有区别的？好，再刷一下，不要急。我换个 SS 看一看可不可以。嗯，好，直接卡个位置啊，坦克放下来。这位置卡的也有点恶心啊。好，先把这个打了，你连飞都飞不过来，再投两船兵过去吗？我这时候真的可以投两船兵过去的呀。好，坦克抹进去。哎呀，投两船兵进去啊，这个时候想那么多搞毛啊。But you know what they did? You went for a tank push exactly like this. This one that you thought wasn't gonna work. So you wait until now to mention it. Should have sounded so smart. 那么贱，贴边空投。What's my pussy? 好，装了跑了。Just kidding. It's a two marine push. Good luck. Alive 用这个高台啊做文章做了好多。搞得 Hastim 现在很不爽。Alive 就直接多线。多线投地雷。你搞好了没有吗？还没呢，我在各种换代理。好，拖的差不多了，家里面那个空投不知道投的还没出手啊，他等你出来了他才会出手。好，出手了，二皇出手了，看反应，哈斯提姆有没有反应。哎呀，他不投这个机枪说不定就炸到了。我来，我现在一百，你屈服什么吗？我觉得 SS 这个加速器啊的确没什么用。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要炸一个。哎呀你妈，可以哦。这是被炸的有点伤啊，这个行，还行，四个农民还行，四个农民一个使徒还行。不过他这个叮当是看到对方主力出来了。对，他这种欧洲选手的叮当真的是都挺的，走位非常好。这种想多了，这个真想多了，就看正面这一波了。两个解放者架好坦克投下来，费多了吧？这里好，飞一波，直接先扫，后面一波使徒再飘过来，直接墙上了。好，先点解放者，先点解放者，太拼了吧？解放者还没点掉，有点拼呐，操作死了呀！他刚才不应该退的，他该顶上去的，对不对嘛？
他不是该不该顶上去，我觉得他就应该把这个基底给放弃了。对，哎，反正整体上来说，我就觉得哈斯蒂姆今天的正面啊，打得有点迷。对，没有以前感觉那么强了，有点迷啊。